哦，立第十二了啊。立第十二，他说哈，介于呢二的十次方了啊。与呢这个呢二的十一次方哈，之间的自然数哈，中为三的倍数了，形成数列 n 了哈。那 a 一多少？那最大的那一项是多少？总和多少？好，我们看到他说介于这个之间的时候呢，三的倍数啊，那我可以写成三 k 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再看看呢 k 从哪里到哪里？啊，二的十次方小于三 k 嘛。啊，小于那个二的十一次方，那我来看看呢 ，k 的范围啊 ，k 它是小于三的二的十一次方，大于三分之二的十次方。好，二的十次方多少呢？我知道二的五次方是三十二，那二的十次方等于三十二乘以三十二，等于多少？二得四嘛，二三得六，二三得六，九嘛，四。十二十二积一零二四啊，所以这是三分之一零二四哈，小于多少 k？ 那小于多少？一零二四再乘以二嘛。好，一零二四再乘以二的话是多少？就是二零四八了。好，那我们看看哦，那这个最大整数多少？我们看哦，一零二四呢除以三，三三得九。十二嘛，三四十二，啊，三一得三嘛，哈，哦，三一得三，一二三嘛，余一，也就这个是三百四十一，又多少呢？三分之一啊。那这个一定要比它大的整数嘛，所以这个要大于等于它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要大于等于比它，它再加一嘛，大于等于三百四十二了，哦，因为它要比它大嘛。对不对？你说三百四十一不行，为什么？因为三百四十一比这个小啊，是不是？因为它要比它大嘛。啊，这小于等于多少？小于等于哈，这是二零四八除以三嘛，三六十八对吧？二十四，三八二十四，八三二得六，余二，这是啥？六百八十二又三分之二。那因为这个东西要小于它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小于它的最大整数多少？最大整数当然是六百八十二嘛，所以这小于等于六百八十二，有没有？没问题吧？那所以 k 是从三百四十二到六百八十二，有没有？那第一项多少？这没问题啊，擦掉哈。所以我说第一项多少？第一项 a 一的话哈，就是说。就是 k 起三百四十二，这三乘以多少呢？三百四十二，这是第一项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哦，三百四十二乘以三多少？三二得六，三四十二积三得一零二六，对吧？所以一零二六。好，第末项呢？第末项就是 k 等于六百八十二的末项哈，三乘以多少呢？六百八十二，六百八十二等于多少？有计算机啊，打一打比较快。六百八十二哈乘以三呢，等于多少？二零四六，这地末项，等于。好，那总和呢？总 S 哈等于多少呢？就等于二分之 A 加第一项加地末项嘛，一零二六。a 加 m 嘛哈，二零四六，上底加下底乘以高，高多少呢？高就是从这里到这里的总项数了。总项数多少？六八二减三四二，啊还要再加一哦。为什么？因为前后项都有算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等于多少？这就等于呢，一零二六了哈。加二零四六，二零四六啊，等于，除以二等于，这一五三六乘以多少呢？这是六八二嘛，减掉三四二，三四二，再加一等于多少？三四一啊，再把它乘以多少呢？
1536等于多少？等于是523776，有理，有理吧？